亲爱的姊妹，今仔日咱要开始一个牧道，伫咱的安利团队未讲以前，咱的三祈祷，咱的三阿头祈祷，感谢主，我讲今仔日有缘用一款方式来三阿敬拜你，有缘带出来听你的信息，求主，我讲用心灵甲诚实敬拜你，也求主接着今仔日，阮的同工安利团队的。信息做做阮每一位，好阮以后要怎样伫遐听受得，用效法耶稣基督听受得，就做锻炼阮今仔早起听信息的时间，也就做恩待，阮就感谢你。过去一礼拜内面，阮才有经验着你的同在，你的看顾，每一个人继续我靠主来度日，伫这个疫情的期间。阮有缘有你的平安，你的同在，出入拢平安，也让阮会晓随你无地高诶传染着。总是阮有几位的同工啊，几位的同啊，甲阮做一下，伫医馆还是伫厝内咧，伫着治疗的时阵，求主互因经验着你的医治，主啊，求主互因好起来，互因完全。各恢复因的健康，甲因三合一礼拜，求主继续恩待阮，让阮今一礼拜要来，有缘有你特别的引带甲带领，阮的所家徛这个菲律宾的国家政府每一位教出的手中，特别开始这个特效药、药品，有法通相信有真侪百姓得到帮助。和这款的病毒未得到陷害真侪生命，愿你听阮的祈祷，锻炼阮教会继续望你恩手的锻炼，每一个团体，每一个施工，阮所支持宣教士继续望你锻炼，和每一个负责人忠心做你的好的管家，伫所托付的工作里面忠心。每一摆有团契，啊是查经，啊是三合祈祷的时阵，拢有负担。和阮的教会真济，活泼的教会，忠贞的教会，成熟的教会，愿你听阮的祈祷。阮祈祷是奉主耶稣名求的，阿门。主内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细囝有一个机会来传讲上帝话语，啊，同样。今仔日是二月的最后的主日，啊，感谢主，伊保守跨过咱大家，甚至有机会来参加伫网络中参加敬拜俄罗斯。啊，感谢主，细囝阮家庭的大细有天父的看顾的照顾，啊，相信。所有咱兄弟姊妹，也是有经历着上帝的大听，特别二月是情人节，吼、哦！伫即几礼拜，咱有听起无相款听的信息，所以最后的信息是无容易做，所以呢，我的题目是容易讲。无容易做，要听你的对敌。根据马太福音第五章最后41-48节，让小弟读一个经文，从马太福音五章43-48节，主耶稣讲：恁捌听起有话讲。恁着听你的厝边，怨恨你的对敌。若是我甲你讲，对敌恁呢，着听因；逼逼恁呢，着推因基督。45节，予恁真侪恁天的爸会惊，因为伊予日头。招好人，也招好歹人，也用好恶好义
kaputgi elang. Desi cablak cat, di natan tan tiang hai tiang di elang, usami posiu ni, simci swedi asi siuse elang kiam bo anikia. Si cablak cat, di natan tan tiang an di hiang di bilang.有什么用处呢？有什么比人家好啊？赢人，我帮人减也是安尼减呢。最后四十八节，所以恁要顺转，亲像恁的天父的顺转一样。好，团队被解释而讲到的时阵。请咱看这个短短一篇。好难看起这个真正重要的功课。我记得我妈妈啊，我妈妈今年是八十一岁，吼。但是阮细汉的时阵，有听起伊咧讲世界第二大战 （World War II）， 哦，这个咱差不多有听起，甚至也做影片出来。哦，这个故事就是讲日本。忽然间，讲美国特别伫夏威夷所在，也侪人死，也侪船沉落去。但是过了四五年，伫九月1945年，日本投降。哦，伫 U.S. Missouri 的 warship， 美国甲日本签一个和平的约 （Peace Treaty）。啊，所以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又安尼讲，让我祈祷，因为现在世界恢复和平，上帝永远保持和平。但是皮头有一位将军，名做 General Mitsuo Fushida， 啊，甚至这个 General Fushida。伊大队讲，这个夏威夷所在，
啊，但是伊有瓦当瓦多灯啊，所以讲啊，可能像无可能有这款的和平，无可能永远的和平。所以第二世界大战了的时阵，这位 General Fuchida 变做一个历史学家 historian， 伊最得兴趣的就是写这个世界第二大战的故事。伊就有机会交日本人收掠的军兵三甲访问，这边听的时阵，在啊收掠的军兵讲啊，真奇怪。为什么在美国人特别恩待因，对因也好？所以一摆过一摆，伊听起安尼款的故事，伊佫听到一位自卖的名做 Peggy Covell 啊，这个 Peggy Covell 是谁啊？呢？哦，伊用伊的生命啊来照顾在受敌的日本人。也做日本军兵有摕到这位姊妹的名，这位是谁啊？呢？啊，甚至这位 Peggy Covell 是对日本出世的，因为伊的爸爸妈妈是双教师 Jimmy and Sharma Covell， 因去到日本做先师做双教师。但是第二世界大战发生的时阵，因就离开日本去到菲律宾去美。但是日本那人攻击菲律宾，一对夫妇受掠去台头啊。为什么这个 Peggy Covell 特别爱对日本那诶受掠诶辩护呢？伊讲，我对日本那人有真有友善有好诶关系。因为日本那人打死了我的爸爸妈妈，真正奇怪，为什么这个姊妹，伊爸爸妈妈是和日本那人打死，抬头打死，但是伊有关要爱苏红，对在日本那的军兵服侍因，所以这位 Mr. Fuchida。继续访问的时阵，伊就拄到一位美国的将兵，叫做 Jacob De Schizer。伊讲伊的见证，伊是去和日本人受掠去，但是伊心内无怨恨，甚至伫伊的见证册，伊讲我赦免所有对我歹，还是伤害我。所以这个故事就改变这个 Mr. Fuchida 的心。最后呢， Mr. Fuchida 变做 Pastor Musio Fuchida， 因为伊看起伊听起在人的见证的时阵，伊就相信是有影有是一位古真古话的上帝会听人，所以伊的能力。伊用伊个生命传福音，弘扬上帝个大听。咱今仔日个经文，予咱看起三个大问题。头一个问题是讲主啊，这个假使是乎大家人嘛，大家嘛。第二个问题，主啊，我的敌人是啥物意思？我的敌人是即罪呢？第三个大问题，主啊，我怎样会听因？甚至我不欢喜因，我无喜爱因。哦，主耶稣怎啊因这个三个大问题呢？是毋是这个假使是和大家吗？答案毋是。为什么呢？伫第四十三节讲，恁不听起有话讲。所以这个假使是对何有何人有听起上帝的话语，你甲我相信有听起这个话语，甚至今早起，还是搁在一摆中调这个信息。
第二个大问题，我的敌人是谁啊？呢，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用意答，甚至在咱的经文讲，在怨恨你、拍惊你、逼逼你、诅咒你、骂你、拍你，甚至会偷你的物件的人，啊，无需要解释，咱已经明白谁啊是咱的敌人，谁啊是咱的对敌。但是第三大问题是讲，我怎样会听因？甚至我无欢喜因。上帝讲啥呢？神无命令你去爱因。在因中间有一撮人，甚至上帝也是无去爱因。但是神命令你甲我就听因。在圣经中有讲，听曲唔单啊。是一种的情感那点，不是感情那点，并且听是要有行动，听是咱做的好事的善事。哦，团队爱用一个短短的影片，互人看起这个听的行动。这个影片关于听的行动，有让人看起喜欢，甚至这个影片让人看哦，咱不是要祈求，咱就祈求来对咱的对敌，来准确解释了主的手法。头一项，咱就对敌人做善事，哦，咱看起一个影片，迄个敌人舔石头，伊无反应，甚至用迄个石头来起桥。圣经讲人讲啥物呢？咱若舔石头，圣经讲咱舔面头而已。第二，咱要祝福咱的敌人，用伊讲，无用伊做。啊！伊对咱歹，咱要怎啊祝福伊呢？咱用上帝话语来祝福伊。好，咱第三个行动就是咱要为因咱的敌人祈祷，啊，是无用伊做，因为伊伤咱，伊要害咱。但是圣经教示咱要替因祈祷。最后的行动是咱就输乎敌人一寡物件，咱就送物件予伊，用伊讲，无用伊做。但是我要怎样做出来呢？团队四个行动，简单的话就是讲，咱要表示上帝的听，是基本的行为。头一项。做善事，第二祝福，第三祈祷，最后就是施恩。We do good, we bless, we pray, and we give。咱要怎样做呢？对白讲，
容易讲，不容易做。我伫大学上甲参加小组的查经，我学习着真正大的功课。伊家是我着听你的德人，并信心听你的德人 ，love by faith。就是讲，无用伊用咱的听来听咱的德人，只拿上帝的听，互咱有法通听咱的德人。特别遐逼迫咱、受害咱、对咱歹，怎上帝听咱？咱以上帝的听来听别人，这个是叫做凭信心来听人。所以呢，不是无容易做，这个是上帝的听，咱是上帝的听的出口那听。所以四项咱就圣经教咱，就做好事，就祝福因，就推因基督，施恩予因，甚至因为听有行动。咱有送物件、送礼物予伊，咱来做这个结束的祈祷。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为着你的大听，激励阮有法通听人。容易讲，不容易做，但是天父，阮凭信心，恳求你使用阮，正做你福音，正做你大听的出口来听人。来听阮的敌人，互阮的生命真多你的福音的出口，互人真亲像一位军将军 ，Mr. Fushida, General Fushida， 煞变做 Fushida 牧师来传讲咱的信息，因为有人互伊看起上帝的大听。下面人、苏红人、苏红的人，当样恳求你使用阮，真多你会听会出教，听阮的祈祷感恩，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兄弟姊妹，感谢主，咱要结束今仔日的崇拜，咱来先各一摆一个结束祈祷，接受祝福，咱来按头祈祷。感谢主，阮听起你的信息，阮讲多谢你，你有充满的能力来感动阮的心，还是激励阮，还是挑战阮，还是要让阮有一款的改变心意、更新来变化，让阮会晓用你的听心、牺牲的听心、神圣的听来赦免阮的仇敌，就是帮助阮的世间，真多真多人的好朋友。因为你是阮的最好朋友，就是耶稣，帮助阮真济别人的朋友，锻炼阮刷落去日子，继续蒙恩甲蒙福。咱来三个阿头接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充满甲感动，继续甲恁众人三个伫咧，对今日日起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拜对天降临，阿门。